你啊，我先去，好啦，好，开始了，开始，有票，嗯，啊，六张有票，对，十二月十一号，对，六张，然后就是他的绘画，哦，绘画，生平的绘画，好，绘画，嗯，还有木雕，嗯，哦，啊，木雕，嗯。对，就是那一只，嗯，弄弄龟啊，总共三十五个，35个，对，总共35页，嗯哼，对，35个木雕的部分，哦，他才会的生平的简介就有36幅，哦，36幅生平简介，嗯。盖殿古佛，嗯哼，古摩，嗯，千百亿，哦，千百亿，这个是，哦，微信发现，对 ，OK， 然后他是儿子，他包装是这样，对，可以，哦，对，用地点就丢了哈，
来来，这一节无人想叫歹看。今天是我们桌面千秋花山一圣教之前的黄伞的一个我自己的新书的一个发表会，我非常欢迎各位贵宾各位远从北部各处的到我们云林的观众来共享这个盛举，来参加这个新书发表会，共同的观赏。那再过两分钟，发表会即将开始了。各位，请各位贵宾先就坐，就坐。台北市警察局顾问。
非常谢谢各位贵宾。那我们现在请我们民权县议会人中议员服务处的秘书秘书呢来帮我们几句话，谢谢。
能顺利的圆满达成，那祝活动顺利，谢谢大家哦。接下来我们诚心邀请台中科技大学电工系主任最后主任来给我们一句话。
两次莅临，都给我们这么大的鼓励。我相信从云顶出发，观光的精神可以上向上贯通到北半球，向下扩及于南半球。所以云顶绝对是我们观光能够再次展现牵手精神的大据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美好的环境，我都觉得观光非常开心。我都觉得观光那幅画像已经从开幕的那一天到今天都充满了微笑，所以走进来的人也都充满心欢喜。今天带着这个邮册，我们也希望大家把它尽量的宣导出去。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邮册展现更多丹溪万日的观光精神。所以我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一次的邮册发表会，也祝福大家像观光一样充满正气，日日吉祥。录影吗？啊，这款是封为录影嘛？啊，你去录影，就用一张一张，啊，啊，你录影个一张，两个字。啊，大家你，你这边没照呀？他们都干几条？那研究院的秘书管路，那刚刚就是教授、林主任，那还有今天所有与会的江一田朋友们，大家早上大家好。首先呢，代表我们林先生，还有我们的张先生，要谢谢我们国家董事长。这次呢，太近了，太近了。关于文化，记这个人文。艺术教育服务的一个策展，在我们云县的关注的展览厅。那从呢我们开展览的这个基层的时候呢，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就是文化场，那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也非常非常的惊讶，有这么棒的这个观光相关的文物展来到我们云县。那如果刚刚我们主任强调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策展，是把关东的精神他们的忠孝节义这样的一个精神让大家来了解，那甚至把整个三国这些英雄相关的事迹也一次让大家可以完整的了解。那特别是透过就是图像还有文字的绘制，甚至是文物的展现当时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看到后面这个编辑
都非常惊讶，三国时代的这些英雄原来都是这么的就是魁梧，都是像我们所谓的巨人般。Thank you.
照，还有这个美术书，记忆照是大家都是好朋友，还有大家深圳的警察局陈顾问，以及还有郑州的卫兵好朋友，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天常常听到汉风火送风啊，雨风大雨一统家族哈，就真正是春风到春天，三教九流，全中国历史五千年来第一个由人到神，啊，由圣而显到神，到现在的第十八路变很大，因为都知道只有关公这么一个，关公在华人世界里面可以说是。每一个华人世界都有心里面的忠义精神所存在，所以关公文化也是华夏文化的一个延伸。那各位都知道，要了解关公文化，要了解关公的精神，就是忠义精神。那刚才我们处长也讲了很多，那包含云林县的政府县长能够把李义廉祠挂上去，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因为当初拿下这个李义廉祠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痛。为什么？他为明正君里面讲到，孝悌忠信人之本，礼义廉耻人之根。你如果不把这个根本或者不把它保留住的话，你说你还有什么做人的根本？所以人生在世，贵贱忠孝节义，是不能人道可悲。这是绝世真君提示我。因此，在我们云林县来讲，在我研究的资料里面，大概有18所正式立案的关圣帝君的庙，所以我们能够在云林县这个地方，这个关公文化在提倡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关。都是万世人情，这个每一条无虚，都是关公手工手段的去保存，这是不容易。所以说，除了要做圣贤的事，我们要用心的去做，脚踏实地的。所以今天，这个机会让我在这边讲这几句话，也是祝福大家在关公精神的护佑之下，我们每个人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好，万事如意，好不好？我说孝悌忠信人之本，礼义廉耻人之根。我说这个根本是我们一定要具有的，能够让整个社会家庭能够和谐和和。那我们现场的再补充介绍，有台新闻的张明仁张记者，宝岛联播网的我们的记者，谢谢记者在现场，那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游客的介绍啊，游客的介绍，我们。恭请我们社团法人中华关圣文化世界弘扬协会理事长黄国光黄市长来到我们的介绍，请各位成员我们注意听，我们等一下呢有一个画册游客类的获奖征答，由我们金币金奖跟三 D 的一个圣像卡，那三 D 圣像卡上多讲一下，是我们故宫博物院彩绘的一个吹白菜三 D 卡那位画师所画的。好，现在恭请我们黄市长来。介绍我们这里。到哪里就到哪。嗯，我把那个刀夹一下用。进来的从前多路我就到上面去。这一次的作者，就是说鼎力来协助这个，还有田议员秘书，田议员从开始在做作业，就尽力的包括做一些协调。这个是他所办的啊，我们李总啊，还有我们陈教授，还有我们今天特别从台北赶下来的台北市警察局的部队，还有其他的贵宾伙伴，大家早安，大家好。这里正式是从9变20变8，在有几。1600个开始发展。那么刚刚我说到协会有几传过来，所以就发到900几个比较重要的，而且因为这个政策有几也会姓名化，会姓名化，这个我们是今天有几还没有正式，因为公家机关的结婚比较保守。
像我们这几个由包括一地的这个部级的，可以说是总机长，所以我们开工的时候话还是照顾的，但是因为手机还没有正式化，所以他们会有他们的卡所以今天我们是利用这个机会，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县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三钢铁厂的路段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刚好宜宾县报过来的好消息，我们宜宾县荣获全球七大智慧城市，不容易。关了在冥冥之中，加一点力量。澳门被关闭了，当然我们是从避暑，从武陵到关帝庙拜龙阁，现在一间比一间大。我说关帝最重视的，不是在乎钱，他最重视的是伦理道德。所以你看他降下来大概40几步的阶梯。每一步绝对不离就是忠孝节义，孝悌忠信，所以你看到《节制真经》告诉我们，人生在世贵敬忠孝节义等事，方以人道为可立天下。如果不懂得忠孝节义，枉费功夫。所以我们这些徒儿，刚刚我们那个吴老师也谈到，一般赤马之死。你们有没有上网看到大陆大概十几年前一个透考他们公家机关的透考那个第一篇第一名的他写的那个标题就是赤兔马之死，因为我们看了因为他把因为被刁狼啊对话我们听不懂，他把这个马转为人的话我们看得掉这个赤兔马重要因为赤兔马关帝成神了以后被孙权马被孙权抓去了，他的部将就跟孙权要求是不是可以送给我，也就是送给他马，他说你哪里有资格当我的主人，所以他宁可绝食这个你看我们现在有几个人不想做，所以他们发布那篇文章赤兔马之死大家可以看，所以今天呢，大家介绍，这个我花了很多时间，像刚才我们李总来了，站一场，我们那个专门负责的小组跟他有几个，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好不容易才转职，才到他们总经理那边盖章，然后再刮我过，从头到尾。将近两年，那这个也证明了什么叫做好事多，这个也表示这一部书一定有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一部这一本经第一个他告诉官老的事，很多人对官这个事不尽了解再来第二个也澄清了很多人对官吏的误解。比如说我编大义师兄说比如说官吏官平是义子比如说在那边的三英见女红，所以大陆那边呢他们在排名一定受到三英见女红的影响，所以就有排一离二到三点五雄用的三公五雄雄用的什么他们认为就是女红，为什么因为三英见女红就像见三一样，所以我在那边也不要以为每一个字字差一遍，所以我那边呢用的是大半一部不是三六剑的所以现在大陆现在那个很多网络人就全部改观所以你在这一点可以看到比较正确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一本书里面那个正的能量，这个是我们在花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目的，透过我们的尤其因为因为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这里面有没有涨跌，透过尤其
对整堆屁事也完全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想尽办法。刚好我们想这个也是关键在冥冥之中，我不知道我那个李总，我们现在想起来，我怎么会跟他认识？在冥冥之中哎，无量哦，所以我们这个很妙啊，它是有这样一个好的意义的啊。很多好的朋友，啊、到今对，不过我们非常支持。那当然，这个啊，一样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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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还有一个很好，就是因为有些人啊，因为啊，因为这个保单呢，这个保单呢，哦，很精致，啊，这样你家里面如果没有合法，有些啊比较缺钱的，啊，可以把这个做好，把它弄得很精致，这个可以国库里做档案，啊，这个啊，而且这边的气场不一样，啊，那个气流我感觉。所以啊，有这么一个秘密，他透过今天把这个气体化做出去，啊，将来啊，因为我们出来做游击，啊，因为也很感谢游击，我们向游击争取，啊，在全台湾，它的每一个县市会有几个点呢，啊，等于啊销售点，啊，将来啊，出来游击的话，因为有些地方大游击，啊，所以在啊比较重要双方。我要写到公墓啊，公墓啊，无啥，无想过啊，无啊，无啊。好。啊，新书人以前他可以混的新书啊，对吧？对吧？一个人工几千倍，一九九八，1980年就是。靠，对呀。我们在前面一点，可以看到后面的上面的那个红布条。
那个林老师，你在中间都是比较高的部分，你看你看，你照片还比较鲜明。那个张建成大哥过来这边，让他平均反应。那个郭讲师，郭讲师过来这边，请坐一下。那在这里还可以站两个人。那个高讲师过来这边。把它补满一下，补满一下。
你想过六 K 啊？哦，有啊，就有，我是讲这样无新闻过。那对于就是台湾在宗教文化上面，一个就是信仰之外，对于这个关公的这个人文精神的一个部分，有什么推崇？尤其是正是又结合艺术，这个不管是他的就是人物的绘制，或者是雕，这个木雕，甚至是这些相关的文物在现场，让大家可以更具体的感受到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历史的故事都是真的，而且更能够更深刻。那所以也希望大家对于就是关公文化精神的部分，如果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在9月26号的话，在这个邮局的通路就可以来购买收藏。好，谢谢。如果这样子帮助的人，
概念了。部长，过来一点，好，先放在这里。这里，对对，放在走位挡住，走位挡住，走位挡住，对，再放在桌上面一点。哪里？进去。那我。我不是说学生要来参观，怎么不来？说我学生要来参观。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